哇，我的队友会动欸，哇，是真人欸，不是假，啊，大小啦，干你娘。今天是躺着玩 FIFA 的日子。哇，我的队友会动欸，哇，是真人欸，不是假，啊，大小啦，干你娘。傻小，他爬他怎么丢那么高的？干你娘！我还转一圈直接来一步。完了完了完了 ，BBQ 了，真的 BBQ 了，真的完蛋了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变这样？真的 BBQ 了 ，BBQ 了，真的 BBQ 了 ，BBQ 了，真的完蛋了，真的完蛋了 ，Oh my god, Oh my god, BBQ 了。真的 BBQ 了 BBQ 了，这个那个欸斗内，这个那个这个这个那个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欸，怎么办？这就是观众想要看的手机啊，然后这是它的电池，它电池飞出来了，对，刚刚导致画面就是断线了，让大家了解吗？这是电路板，然后这是镜头模组。观众这边还有想要看什么手机吗？这个就是那个啦，镜头，然后再可以对焦一下嘛，好了。所以这故事告诉我们，不要拿手机玩 Free Fire。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，这个 HTC U11 的萤幕还是非常的硬的，是毫发无伤的，好不好？Nice。对，大家可以，然后这个手机其实非常的轻，非常轻啊，非常的轻，哦，非常的轻。那我们现在就给它来组装回去。
主播可以再借试一次哪款手机那么厉害？我们今天直播使用的手机是我们的三星，哎，不，不好意思，讲错厂牌了，是 HTC U11 ，OK。它是 HTC U11 哦，差点讲错厂牌，不对，已经讲错厂牌了。来这边，前面有人哦，前面有人哦，前面有人，前面有人。我们这边发现一只，我们直接给他抬爆他。哎，炸血了！狼你嘴啦！妈搞偷袭！西巴轩安你好，刚刚没看到是不是？好，给你，这是就是手机的内部啦，这里是一块电池，这一大块电路板，啊，这个就是话小小就是电池模组。好不好？这就这个是那个啦，镜头模组。啊，它这个有做物理的抗震，对，因为它的镜头它是跟那个，就是有一个就是你看它的镜头，它其实有一点弹的，好不好？它就其实就是有一点弹力在的，所以它是一个物理防震的一个结构。那这在高端的手机里面其实都买都有这东西。那我们再把它组装回去啊。它正常来讲，这个盖子是不能打开的啊。那因为这个就是被我摔坏了，所以就是才可以打开。干你娘，给我装回去哦！操鸡掰！哦 ，OK， 装回去了，谢，装回去了。主播被一号队友鞭尸，哎 ，I don't fucking care。那做人不用这么可怜啊。好，大家刚刚还没看到我们手机内部，可以再看一次啦。那我们的手机内部呢，我已经介绍了很多次了，就是这里有一个电池齁，这里有一个镜头啊，这里就是 CPU 那些啊，这个就是主机板啊，这就是耳机孔齁，那个耳机孔齁，这是红外线，这是天线齁，大概就是这样子，好不好？大家不要再叫我摔手机拆给你们看了，好不好？大家要看一次看清楚，没有问题，好不好，各位？好不好？阿雷塞博，这个是这，然后这台手机呢，到现在还能玩，这台是我们的 HTC U11， 然后现在萤幕都还没碎哈，它的背板呢原本是粘在后面的，但是被我摔到掉下来，我不知道怎么办，就只能这样。哦，我的皮筋是不是？那个芊芊，我跟你讲。我的皮筋好在这里啦，在这里啦，对，在这里，你有看到吗？对，变魔术啦，变出来了。